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今天有70个提问，可能我们时间不够啊，这个大到什么地方啊，就算到哪里。首先是网路同学提问，第一个提问：辽宁省某私人道场天天以念佛为主，目的是举办宵夜法会，举办两天收1000元人民币，少钱则不办，请问以这样形式念佛是否如法？这个我也很难说，因为国内的佛法呢，我不太清楚啊。那么如果照佛法经教理论上来讲呢，这是不如法的啊。这个佛门，供养是随意的，没有一定啊要求别人要多少，啊，这个是我很少听到的啊。那么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，他老人家一生不接受金钱的供养，啊，所以供养在经教里面、戒律里面只限于四事。啊，就是饮食，因为他那个时候出去托钵，啊，供养一钵饭，啊，这个，再就是卧具、衣服，啊，衣服也很少，衣服破烂了，不能再穿了，啊，接受啊，这个，在家弟子供养一件衣服，啊，再就生病的时候接受医药供养。所以没有听说需要这么多钱呢来办什么宵夜法会呀，这夜能消得了吗？啊，我们知道业障啊花钱消不了的啊，花再多的钱，大千世界七宝布施都消不了你的业啊。业要什么消，什么东西消呢？业要戒定慧，要修持的功夫才能消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在讲习里面呢，常常讲，可惜呢，你们没有听，或者是没听懂。啊，业从哪里来的？业从妄想、分别、执着里来的。如果妄想、分别、执着你通通放下了，业就消了。啊，你想想看，我布施1000块钱。我布施10000块钱，我布施100万块钱，你的分别执着有没有布施掉？而如果分别执着没有了，也就消掉了。还有分别执着，还有自私自利，还有贪嗔痴慢，那你的业没消掉啊！啊，这很清楚、很明白的呀！啊，所以这种做法是否真能消业？真能消业，就是你的1000块钱给他了，两天的法会呀之后，你的贪嗔痴慢、自私自利，通通都没有了，那业真消掉了。啊，如果还有自私自利，还有贪嗔痴慢，还有名闻利养，你的业是一点都没消。啊，如果不能消业，是否会造业？那不能消业当然是造业啊，谁要背这个因果呢？你要问你自己啊。我们没有参与的人不背因果，参与的人可能都会有因果责任啊。第二个问题，他说某居士每天在家进修念佛法门，进来对众宣扬，
已能和净空法师直接沟通对话，劝人们呢，借他啊，按他的指示念佛，不需要诵经，也不需要至道场念佛，并宣扬老法师亲授念佛最新五条，其中有所谓灵魂念佛、集体往生，说明只要在他家中写名字，灵魂就可以随他念佛，集体往生净土。不少同学开始迷恋此居士，恭请老法师慈悲开示。这个事情我是一点都不知道啊，他给我沟通，我没给他沟通啊。啊，这些事情决定不能相信。啊，这个是纯粹的迷信。我们的道场天天研究学习华严。啊，根据佛陀的经典，依靠清凉离长者这两位大德的这个注解，提供我们做学习的参考。啊，我们没有搞什么灵魂。啊，这个事情希望诸位同修要知道，千万不能上当。啊，集体往生不可能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因不相同，果也不一样。啊，就是慧远大师，这是当年在庐山建第一个念佛堂，啊，他们同修一共是123个人，也不是同时往生的，啊，每一个人自己功夫成熟了，寿命到了，啊，他自然去了，啊，所以这些，这是古大德了，那一些现象啊。视线呢，我们都要清楚，都要明白，啊，应该向古大德学习，啊，千万不要上当，啊，不要受人欺骗。那么我知道，啊，这个是过去，啊，我们宗教局叶局长告诉我的，啊，他说在国内有不少人呢，假借我的名义做一些非法的事情。这都是非法了，不如法了，啊，招摇撞骗。他说：“法师，你都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。”啊，那么这些事情呢，就国家宗教局治安单位来处理。啊，我是确确实实都不知道，我也很少到国内去。啊，除非有很重要的事情，啊，否则的话，我不能离开讲席，啊，一生都在讲经，啊，过年也没有休息，啊，腊月三十、正月初一，我还是一样讲经，啊，年年都是如此，同学们都知道，啊，自己学习，跟大众在一起。共修，这个是学佛最高的享受啊！啊，我们怎么会去违背佛陀教诲，做一些非法的事情？这不可以的啊！所以学佛，你看看我的老师常常教我。我一生信受奉行啊，四众戒啊，不做过贼啊。过贼是什么意思呢？啊，贼就是破坏社会啊，做一些与我们，这是我们佛弟子啦，佛门弟子啊，伤害佛门弟子的这些事情。
佛菩萨祖师大德所作所为啊，是利益众生，利益社会啊，不能做伤害。第二个，不帮国主；第三，不漏国税；第四，不犯国制。国制就是国家的法律啊，一定要遵守，不可以违背法律啊。这个是违背戒律，也违背法律。底下一个问题，他说：“某善心同修致电香港佛陀教育协会啊，请问道场及老和尚，你的汇款账户与网上啊张贴账户资料，劝导同修随喜布施，但于告示中并未说明此是其个人行为，与道场无关啊。他说，请问。”此等做法是否容易使人误解，以为是道场和老和尚认可的募款行为，而产生不良影响？啊，是的。我这一生没有向人画过缘，没有向人募过捐。啊，这么多年来也在佛门做了不少的好事。啊，像流通这个法宝，那么这些钱都是四众同修自动送来的，我们没有问人开口说要一个，没有啊。为什么呢？我们自己没有道场啊，我一生没有见道场啊，所以很自在，一点负担呢都没有。我一生呢，我也不愿意做事啊，为什么呢？这些祖师大德都教导我们，老实念佛，啊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好事不如无事，心地清净平等觉，那就是最好的事情，啊，为什么就找事情做呢？啊，同学把钱送到这里来了，啊，要我们帮他做好事。我们也不能拒绝他，啊，他的好意，我们一定满足他，啊，我们一定还问他这个意思，啊，你要做哪方面的好事，啊，还是印经，啊，还是做这些光碟，啊，还是做这个社会慈善，啊，我们遵照你的意愿，替你做，啊，替你做。我们也不收佣金，也不收是哦，我替你做的事你要给我多少？没有啊，我们做了50年了啊，从来没有变更过啊。这是希望同学们的时候啊，大家告诉大家啊，用我们的名义，用我们道场的名义去募捐都是假的啊！就我们道场银行账号你也不必知道啊，知道有什么意思呢？啊，是不是找麻烦呢？啊，记住，好事不如无事啊，多事不如少事啊，一心念佛了，求生净土，这才是真正的好事。啊，有许许多多同学见了我的面，啊，大概都不会漏掉的，一定问我，哎，老法师，你是怎么保养的？啊，你的身体很健康，怎么不要保养的？啊，我告诉你，保养身体就是少事，少烦恼啊！啊，你心身心才清净啊！啊，素食，而且少吃，不要多吃，
你才保持身心健康。啊，谁愿意去找麻烦？啊，我是从应该是2000年吧，啊，移民到澳洲。啊，那么在澳洲，啊，第二年遇到911的事件，被澳洲学校啊请去参加他们学校里面的和平会议。啊，这么一个因缘啊，我接受佛教学校的聘请，也接受了学校的学位啊，代表学校参加联合国的和平活动啊，参加了10多次啊，这很多同学都知道的，这多事啊。啊，但是应不应该呢？应该，因为现在社会太乱了，啊，不是局部的，是全世界的。啊，我们能够用佛陀的教诲来化解冲突，促进安定和平呢，这也叫大慈大悲，啊，是佛弟子应该做的。啊，那么做到现在呢？也可以画个句点了，也就是可以终止了啊，所以我把我的活动定到顶多明年5月啊，明年6月以后啊，所有一切活动我也不参加了啊，国际上活动不参加，国内活动也不参加了啊。那你们跟我接触，那就是在网络，在电视，啊，我们每一天都在讲经，啊，我希望我们的网络每一天呢能够有6个小时，啊，我自己讲2个小时，我还让我们的同学，啊，同参道友的时候也有兴趣来讲讲，啊，一个人讲1个小时，能有4、5个人。我们每天在这里做研究讨论，同时跟许许多多朋友们啊在一起学习，这个就是孔子所说的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啊。现在有朋自远方真是远方，但是我们天天见面啊，你看在这个网络上见面啊，在卫星电视上见面啊，这是古人呢无法想象到的啊。独善其身可以同时兼善天下，这是好事情啊。所以我们地方很小，开销也很小啊，不至于还要向人开口话语，这个是希望同学们呢要记住啊，不要上当啊，我们绝对没有委托人来替我化缘的啊。那网上啊许多类似的资讯令人无法辨识清楚，请问应该怎么办？你通通不相信就对了啊，不要去理会，那全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啊，佛门弟子遇到困难，只求佛菩萨加持，啊，不会去求任何一个人的，啊，希望同学们懂得这个道理。啊，幕后他说，若真正发心供养道场或老法师，
请问呢，应以何途径取得正确汇款的账户？不必账户，你见到我的时候，红包送来就好了。这最直接的。啊，不需要找这些麻烦。好，下面一个问题，就是《现代因果实录》一书流通甚广，最近此书作者果清居士发行另一本书，名为《漫谈慈悲梁皇宝忏》，其中有一段内容大意说，真慧师以前呢是禅净双修啊，后来看了一张光盘，就改为只念一句佛号啊，一部经啊，且说自己念四字名号时，感觉身体都空了。结果招魔，找到妙法老和尚开示，知道那是一条蟒蛇，把他劝走了。啊，回过头来说妙法老和尚啊，训斥真慧师，说他不应该轻易放弃原来法门，不是什么人呢都适合只念一句佛号一部经。请问此等观点似乎与老法师教学理念不同，详情啊令付，这敬重道场是否应该继续流通《现代因果实录》一书？这个事情我都不太清楚啊。我们这个道场，我很少问道场里面的活动啊。道场流通的经书法物很多啊，我也没有看过啊。那么如果说是引起同修误会的这一些法物啊，最好都不流通啊，不要引起大家误会啊，这样子才好啊。这个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，不是我的理念啊，是我们佛门里头祖祖相传的啊。连我自己亲近李老师啊，我是31岁呀亲近他的啊，我跟他10年，跟他学经教啊，他老人家教导我们也就是一部经一句佛号，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啊，我们深深的利益啊，一部经会了，步步经都会了啊，所以是一经通啊，一切经通啊，我们还没有能达到这个程度，这个方法就是一部经里面你能够成就戒定慧三学啊，你的心是定的，你学多了呢，你一定分心啊，你的心就乱了啊。佛法一定是因戒得定，因定开慧啊，这个跟世间法了不一样。实在讲，佛法到中国2000年了，对中国传统的这个学说影响很大。为什么呢？儒跟道的学者也非常重视啊，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啊。我小的时候还念了几天私塾啊，私塾里面老师教学就是教一门，绝对不可以同时学2门的啊。我们跟李老师学经教，李老师也是这样的明白告诉我们啊，你的能力只能学一门啊，学2门呢不教你啊，很有道理啊。
啊，学一门心是清净的，一个方向，一个目标啊，啊，两门就是两条路啊，三门就是三条路啊，四门就是十字路口啊，啊，那不是普通人能学得到的啊。底下一个问题，他说我是一名25岁的青年，两年来啊，总是感觉身上的血液像蛇一样的蠕动，经常彻夜难眠，贺梦淫秽之事。我感觉身上还有其他人，此人亦使我具备预感先知的能力，请问怎么办？这种情形就好像啊，现代社会啊，东方西方都有啊，在外国也常见，所谓是有附身的啊。我们佛门常讲啊，冤亲债主啊，附身。啊，附身决定跟你有缘。啊，如果没有缘，他不会附你的身。啊，你看你们人很多嘛，他为什么不附别人？他单单附你呢？啊，他跟你有缘。啊，那个缘里头有善缘，有恶缘。啊，善缘他能帮助你，啊，就好像很多预知啊，特别是在治病的方面。啊，你突然有能力，哎，治理一切疑难杂症，啊，那都是他帮助你的，啊。如果是恶缘呢，那他就是来讨债的，啊，或者是来宿命的。过去你害了他，这一生呢，他来找你麻烦，啊。凡是遇到这些事情，还是远离为好。啊，孔夫子教给我们呢，敬鬼神而远之。啊，那既然附身了，附身可以给他谈条件。啊，请他离开。啊，我们念经。啊，或者做一些功德呢，回向给他。啊，有很多同学我知道的啊，或者是念100部地藏经啊，念1000部阿弥陀经啊，念佛回向啊，希望他能够求生净土啊，或者是跟我们一起共同学习，这都是好事情啊！不要再附身，这样化解应该是绝大多数他都能接受啊，因为冤冤相报不是好事情啊。这个事情是冤结深的，是没完没了，生生世世双方都痛苦，这个何必呢？啊，那么大家一起学佛，往生极乐世界，都做阿弥陀佛的学生，啊，这是最好的一桩事情。所以这些冤亲债主接受的人很多。下面第六个问题。说墨学近日啊，听了高佛来居士在香港演讲光碟《布施忍辱真干佛来》，极为啊仰慕。故去杭州戒龙寺啊，高居士住处，待了一段时期，并向高居士请教交流了2天，亲见亲闻之后，诸多疑惑，
陈情开示，他底下有三个问题，哦，有四个，五个问题，哦。他第一个，高居士印出老法师2006年学佛答问的一段文字，大意是老法师准备培养讲经人才，其中提到一位高老师，所说的就是他本人高福来。我好像没说过这个话啊，我确实是2006年啊，我们在巴黎办了活动之后啊，我就访问伦敦啊，访问英国，回来之后呢，我就想培养人才，但是培养人才一直到今天没人，也没有场所啊，这个事情啊是要有大福报啊啊，我一生自己没有到场啊，那别人的道场肯不肯借给我用，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啊！啊，这个培养人才也不是短时间，至少是10年。啊，到哪里去找地方？谁能够护持我们10年？啊，我希望的是能有10到20个人。啊，我们在一起修学，像古人闭关的方式，10年不下山。啊，每一个人专攻一部，啊，儒释道都行。啊，因为儒释道都缺乏人才。啊，所以这不是一个容易事情，不是个简单事情。啊，是一个愿望，到现在没成熟。啊，那既然如果有成熟，我们这个同学到哪里去找呢？那不是随便能找到的。我不招生。啊，所以有人问呢，那你希望10个人从哪里来？啊，我的心里有数。啊，就跟我跟这个剑桥大学麦大为先生所说的啊，我只有2个条件。第一个条件，品德啊，他必须落实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，如果是出家人还要落实沙弥律仪啊，他通通都能做到啊，这德行有基础啊，啊，你才能成得了才啊。啊，没有德行，有学术没用处。啊，所以德行在第一。那第二个条件呢？他有能力看得懂啊文言文，因为儒释道的原始资料都是文言文写的。啊，有这两个条件呢就可以了。可是那个德行怎么培养呢？啊，你说我这些四种东西我都念过了，我都会背了，我都能讲了，那根本用处啊，你得做到谁看见呢？啊，那个时候我就想到说我们庐江文化中心的老师啊，那些老师在那个地方已经培训了3年了啊，我们看到他3年，他真落实了，我要在那个里面选10个人啊，不向外招生啊，外面真正也能够做到的啊，那可以做我们参加我们学习做旁听啊，旁听名额也只有10个人啊，我们是这么一个想法了，遵守印光大师的教诲，在这个末法时期，道场要小，人数不要超过20个人。啊，你很容易维持，你不操心啊。道场太大了，开销太大了，
啊，你需要维持，那就需要募捐化缘，那累死人了。啊，那把我们道业都毁掉了。啊，所以不可以太大。啊，我讲学习经教啊，57年了，在过年就58年了。啊，我讲经也讲51年了。啊，我深深有体会。啊，印光大师说的话，对这个时代真正修行弘法利生是大有利益。啊，无论在家出家学佛，头一个就是要放下名闻利养，放下自私自利，放下贪嗔痴慢。啊，你是真的干还是假的干？啊，真干通通有成就。啊，假干呢，那你是造业不因果了。啊，所以这个诸位一定要清楚。啊，我从来没有指定哪一个人。啊，因为到现在的时候连地方都没有。啊，我怎么可以指定人？底下他又说，高居士成天公开骂骂咧咧，是除了老法师你是钟老师蔡老师他不骂。啊，全国各大寺院方丈净宗学院王路学生啊，王路学院的学生净宗道场护法他谁都骂，都瞧不起，总是夸扬自己这个成功的业绩。这个事情我不知道。你告诉我，我才晓得。啊，事出世间，圣学，啊，就圣贤的教学。头一句就是叫谦虚，没有叫傲慢的，啊，而且头一桩事情就是叫你学恭敬。啊，你看看普贤菩萨十大愿望。第一个，第一条，礼敬诸佛。啊，那个诸佛是谁呢？一切众生都是未来佛。那诸佛讲三世啊，过去佛、现在佛、未来佛，所有众生都是未来佛，你怎么敢得罪呢？啊，儒家，你看看礼记，头一句，去礼曰无不敬。一切恭敬啊，哪有骂人的？释迦牟尼佛没有骂过人啊，孔老夫子没有骂过人啊。那现在很多人做事不如法，为什么不骂他？世尊在《无量寿经》早就把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看清楚了，就说得很明白了。现在做做什么样不如意、不如法的事情，都要原谅他。啊，你看佛讲的多好，在《无量寿经》上的，啊，先人无知，不涉道德，无有愚者，殊无怪也。啊，他做错事情，啊，为什么不可以责备？他的先人没教他，啊，他的父母没教他，他老师没教他，他祖父母也没教他。现在我们传统教育至少丢掉4代了，差不多100年了，你怎么能怪他？他没学过，啊，所以圣贤是教出来的，佛菩萨是教出来的，啊，传统教育丢掉这么久了。就不能责怪任何人啊，所以他今天做种种不如法是正常的啊。你像高佛来做这个事情，我看的时候是正常的，为什么呢？他没有受过圣贤教育嘛。啊，他如果真正接受儒家的教育、佛家教育，那绝对不是这样。
啊，《弟子规》没叫你骂人，《感应篇》也没叫你骂人，《十善业道经》也没叫你骂人，啊，《沙弥律仪》的更没叫你骂人，啊，所以你要是真学，怎么会可能有这种行为呢？啊，这个行为就是他没有受到这个教育，啊，所以这个常常有这种自赞毁他了，这个是犯了菩萨大戒啊，菩萨戒里面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不可以自赞毁他啊，自己赞叹自己，瞧不起别人，这个是严重的戒律。底下说戒龙寺是盈利性质的，但以前一直亏本啊，现在是一天收五块钱的伙食费，不借伙食费就扣住东西不让走。自从光碟出来之后，说全国到处来人看一下，听高居士吹一遍啊，给个供养就走了啊，光是这个月的供养就超过十万了啊，这个我们不要去理他啊，这是这个个人因果啊，个人承担啊，现在的这个时代是民主、自由、开放啊，只要他不违背国家法律，他就能生存啊。我们学佛的人不要去干涉这些事情。底下说其他呢，让人感觉不安的事啊，太多了啊，比如治疗疯子治不好，就用粗木棍狠打啊，结果打怕了，他说有效果啊，这些等等事情啊。现在高居士的演讲光碟在全国大量流通啊，就连实际禅寺流通处也在偷偷是藏在衣包里，没有摆在外面呢赠送，还各了我一个啊，并且实际禅寺的一位出家师还说，高老师已经是开悟了的，光碟是经老法师鉴定的，请问你是否批准流通？高老师是否已经开悟？哎，你问得很好，我老实告诉你，我都没有开悟，我怎么知道他开悟呢？啊，我有什么权利批准别人东西流通呢？现在这个时代，言论自由，出版自由。啊，我有什么权利干涉别人？啊，所以这个事情，我原先完全不知道，今天听你这一问呢，我才晓得有这么多的事情。啊，那么这也是给我们一个警觉啊，纵然是一个很好的学佛的人啊，学到名利现前呢，往往就变质了。这个事情自古以来就有啊，为什么呢？人的烦恼习气很重啊，接触佛法的时间很短，他没有转过来啊，在没有明文立言的时候，在很辛苦的时候，好像挺有一点道心，可是名利现前呢，啊，外面境界诱惑呢，往往就把持不住了，就堕落了，啊，这种情形是从释迦牟尼佛代代呀都有，我们不能够不警惕，啊，不是警惕别人，是警惕自己，啊，自己啊不要堕落。啊，好像我最近还提到过啊，莲池大师啊，在这个《住创随笔》里面，他有一段记载啊，也是他一个老朋友、出家人、老和尚啊，闭关住山呢很多年啊，很受人尊敬。
啊，那居士们，这个崇拜他的很多啊，啊，把他老人家请到城里面去，啊，去讲经说法，啊，没多久他就变了，退转了，烦恼习气都现前了。啊，有一天他们两个见面了，啊，跟这个莲池大师见面。莲池大师就说，没提他的名字，啊，他是有一个老和尚，道行不错，啊，住山修行修得很好。哎，这一下山之后了，啊，经不起外面的诱惑，就退转了。这个老和尚就问他，是谁呀？啊，莲池大师说，就是你老兄啊。啊，所以这种情形呢很平常的。啊，不稀奇。啊，我们看了不要去见怪，啊，也不要去责备。啊，最重要的是回光返照，我有没有堕落啊。啊，我有没有像他一样啊，这个才重要。啊，所以它是一面镜子，啊，我们要用这面镜子来照自己，啊，这个对自己就很有利益了。再看下面一个问题啊，这弟子听经后力求实践，修正自己三业过失，但在不知不觉当中啊，还是犯错误。当意识自己违背佛陀教诲，心中就十分懊恼，烦躁不安，有失圣学，甚至失去信心。请老法师慈悲开示。这是个好事情。啊，也就是我们刚才说了这么多了。啊，我们无始劫来的烦恼习气太重了。那么从小呢，又没有受到像过去这种伦理道德因果的教育，啊，现在这个社会的诱惑比古时候超过100倍都不止啊！啊，古时候那些大德，如果生在现在的社会，我相信啊，至少一半会被淘汰掉。啊，经不起诱惑，所以现在人在这个社会能修成功啊，他的功力比古人至少要高个几十倍。啊，他要不高出的时候，他不能成就啊。啊，所以这个社会说淘汰得快，啊，成就也快。啊，看你能不能抵得过这个诱惑，啊，能不能经得起考验。所以这个要有信心，天天不离经教啊！啊，我这个起这么多年来能保住这么一点，就靠这个。啊，每一天读经，读经就是接受佛菩萨的教诲。啊，远离诱惑。啊，我远离的方法，啊，我你看。至少有45年了，我不看电视，不看报纸，不看杂志，啊，不看电影，这些东西通通都绝缘了，啊，为什么？保护自己的清净心，啊，那些事情不需要知道啊，啊，那都是染污啊。你看这个东西，听这些东西，那你就是接受染污。啊，那我们看佛经，啊，听讲经，这个好啊，啊，听圣贤教诲，啊，才能保住自己的身心清净。
啊，世间人所想的中年以上都希望健康长寿啊，这健康长寿之道啊，啊，你要接受这些污染，你要付出代价，啊，付出什么代价呢？健康长寿付出去了。下面一个问题，在学佛道上屡遭阻挡毁谤，请问是何原因？这个原因你不必问我了，你好好的想想你就明白了啊。在佛法里面讲呢，第一个是我们自己没福报啊，这个不能怪别人，没有福报啊。第二个呢，大概我们过去生中啊，跟这些众生结的怨太多了啊，这些阻扰毁谤啊，都是冤亲债主来报复啊，我们能够承受就好啊，接受忏悔啊，我们把自己修学的功德天天回向给他们。啊，时间长了自然就化解了。啊，那真正是正法，常有这个事情，也可以说的是众生福德因缘还没成熟。啊，众生福报成熟了，他们来护法，不会谤法。啊，所以这里头啊，因缘很复杂。啊，我们只要真正修啊就好，不要受他影响。底下第九个提问。这弟子认为老法师讲的《华严经》把佛的标准呢放得太低了，老法师认为明心见性就是佛，那就是开悟而已，并不是佛的境界。明心说明心见性并不是成佛，离佛还很远，请老法师开示。我所讲的不是我的意思啊，我没有意思，我不敢讲，我讲是佛经上的意思，我讲的是祖师大德的解释啊，因为佛在经上讲得很清楚啊，这也是过去老师教导我们啊。成佛是怎么成佛的呢？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断尽了叫成佛，就叫明心见性啊。所以明心见性不是普通人能做到的啊。无明断了，无明是什么呢？起心动念，你能够在事出世间一切法上不起心不动念吗？啊，真正做到不起心不动念，你就成佛了。我在华严讲这个讲的很多啊，如果我们对于事出世间一切法真正做到不执着，这个人就是正觉，就是阿罗汉，六道就没有了。如果能够啊放下分别啊，对于事出事法不分别了，分别的习气也没有了，这个人叫菩萨啊。到最后无明破了，无明就是起心动念啊，不起心不动念了，设法界就没有，这个人成佛了啊。起心动念有是法界
你十法界没有了。啊，所以阿罗汉超越六道，菩萨超越十法界，啊，佛在印证法界。啊，讲得太清楚了。怎么说把这个佛讲得太低了呢？那也许是你把明心见性这四个字解释的体会的太低了。啊，明心见性不是容易事情啊。啊，六祖慧能大师明心见性。啊，你看他见性的时候向五祖提出的报告。啊，见性的境界。啊，他说的好啊，何其自信，本自清净，本不生灭，本自具足，本无动摇，能生万法。他这几句话跟贤首过失的望境还原观所讲的是一样的，是同一个境界。我们做不到啊，我们不但佛做不到啊，菩萨做不到，我们连阿罗汉都做不到。啊，再给你说的清楚一点，说的明白一点，我们连须陀洹都做不到。啊，须陀洹三界八十八品见惑断净，我们一品都没断呢。啊，真真实实的凡夫啊，我自己学佛啊，讲经教学51年啊，佛经里面讲的我明白，我做不到啊。我常常勉励同学，这个话也说了几十年了，不是最近才说的。啊，我劝勉同学们，我们共同努力，放下自私自利，放下名闻利养，放下五欲六尘，放下贪嗔痴慢。我们有没有入佛门？没有。我都讲老实话，这16个字放下了，只在佛的门口，没进去。啊，到门口了。啊，进去呢，那进去就是经典上的条件了。啊，就是这5种见惑。啊，身见、边见、见取见、戒取见、邪见，这5类的见惑统统断尽，你进门了。啊，什么地位啊？华严经上实性里面的初性菩萨，就是佛教的小学1年级。啊，你算是进门了。啊，在小乘呢是须陀洹。啊，距离阿罗汉还远呢。明心见性是佛了，原智原矣啊。